这只呢，就是我们的雕塑家。雅思，可以闭嘴吗？哎，其实他都没有一个珠宝，对不对？他其实平常也不知道干嘛。是的，基本上平常就按照推荐在跑了。晚上被冲下，那就利弊了，是不是？我觉得你们可以赶快派人呢、啊，因为他们有时间嘛。怎么可以放这么多个？巨剑。就我自己选。会批评的，越多想你。